危险吧？就这儿。找他？是正规的那种吗？你还去过不正规的？伊凡渡边胜，日本最大帮会黑龙会的六代目，也是委托人。我们的案发地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天然密室，案发时密室内只有两个人。目前所有证据表明，渡边胜就是凶手。别冲动啊！我也不能干他的。密室，是解脱理作家穷极一生的灵体，活人不能告诉你的，只能去问死人了。这青灵呗，别再让我扮演护膝啊！装你人装的我内分泌都心跳了。这次你演尸体。一对高了。这一切的背后仿佛都有双无形的手在操纵着。小峰，这是你最后的挑战。你还想玩多久？老秦，你瞎眼！这一切都是 Q 早已经安排好的局。これこそ日本文化の真髄。最精彩的部分才刚开始。干嘛奇迹呀、啊？